送俾佢哋。呢个系洗衣板系啊，咁啊你揭去清个碗先。咁唔等啦，我哋开始啦，好冇？嗱，唔等啦，OK，听个碗啊，咁啊，讲一讲个。词牌系边三个字？听个碗啦，洗得佢啦。OK，词题系原籍啦，系咪？你学校教，sorry，你学校教我思想数未噶？教咗啦。OK，好，系啦。咁啊，词题原籍啦。OK，咁作者辛弃疾，上次讲过啦，辛弃疾咧，佢本身系豪放派诗人啦。咁但系呢一首系软弱词，我哋写嘅咧都系一啲比较即系儿女之情嘅感觉嘅东西啦。OK。好啦，咁我哋望一望佢啦。OK，呢一首词元夕即系咩意思？知唔知啊？新年。元宵，元宵就系元夕，即系正月十五。OK，咁古时嘅元夕系咩嚟噶？古时嘅元夕系情人节，知唔知道？系啦，咁啊，中国嘅情人节除咗七夕之外咧，元夕都系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古时嘅时候咧，佢哋讲求咧系盲婚哑嫁啊嘛，你知啊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啊，系咪？咁但系咧，佢哋到元夕嘅时候咧，就系一啲比较即系俾啲人去约会嘅 dating。系啲人出去啊，拖住手，结咗婚嗰啲都可以啊，未结即婚嗰系啲都真可以，啲啦。系啦，可以噶，相睇啊，去嗰啲系啦，去睇下，有咩如意郎君自己中意，因为你会行出去街上玩嗰啲咧，都系有钱人，嗰啲冇钱人做嘅，你咪做紧奴隶啊嘛，做紧工人，知唔知啊？系啦，咁所以都系有钱人嚟嘅，全部都系嗰啲富家子弟啦，吓，嗰啲文人啊，嗰啲嚟嘅。咁女人咧，平时系冇得出街嘅，平时系要留喺屋企，睇电视剧都有出，假噶嘛，女人平时冇得出街，平时你结咗婚你就出街晚啦。上咯。你结咗婚你可以咯，你未结婚你唔可以出街噶，你未结婚你要喺屋企度咧学咩啊？点样学女工啊？你唔出街，你刺绣，唔系我哋搵噶嘛，父母搵噶嘛，啊唔系女人搵嘅，女人唔可以噶，你明唔明啊？女人平时唔可以出街噶，三步不出闺门就咁简，一定喺自己间房入边刺绣啦、画画啦，吓、古代嘅女人就系咁。咁佢哋几时可以出街啊？元夕，元夕佢哋就可以出街啦。所以出一次。系啊，差唔多系咁样噶，或者佢哋要同父母一齐出去咯。即系佢哋唔可以自己单独出去出边咯，即系例如话我约咗朋友冇啊，冇呢回事，佢哋冇得约朋友啊。OK，
好，繼續啦。咁啊，於是咧，原籍咧就好重要啊。其實，OK，咁啊，啲女仔去吹，咁所以成首詞都講好多女人嘅，講好多個女仔。係攞翻個筆記出嚟先，聽日換，好冇？係啦。嗱，講緊個時代背景啊。OK，好啦，咁啊，所以咧，成首詞形容好多女人啦，打扮得好靚啦。點解？因為佢哋難得出門，係咪？哇，好難得啊！出街打扮得靚啲。OK，好啦，咁啊，繼續咯喎。OK，咁啊，所以咧。点啊？冇事，你冇带文具，好啦，好继续啦。咁啊，第一段上片，OK，东风夜放花千树，东风啦就系春风嘅意思。写低佢，点解系春啊？因为春天嘛，新年嘅春天啦，1月啊，OK，正月十五，正月十五可能2月嚟噶啦，OK，系新历2月。咁啊，春天啦，咁啊，夜放花千树，花千树咧其实系咩嚟噶？系煙花嚟嘅，啲花燈啊，或者係寫咧花燈會好啲啦嚇。其實佢用緊咧係即係花千樹係咩？即係嗰啲樹開滿花咁嘅形狀，就形容咧嗰啲花燈咧掛到成條街嘅天上面，一望上全部都係花燈。咁呢個係咩手法？誇張唔係？花千樹佢講緊花燈咩魚？謝魚佢冇本體冇魚池，記唔記得我講過點樣分？佢冇本体冇语词，借喻嚟噶。佢话啲花灯好似咧啲树开满花咁，花千树，OK，借喻。咁啊，花千树有冇听过首歌咧？黄伟文，知唔知边个啊？香港乐坛嘅杰出词人，除咗林夕之外，黄伟文写咗首歌嘅，俾容祖儿唱，好耐以前啦，叫《花千树》，一定就系因为呢一首词嘅灵感嚟嘅。OK，花千树咁啊，继续啦。更吹落星如雨，OK，更吹落啦，风啦，东风啊，吹过落咗啲咩啊？星如雨，啲星星咧好似雨咁落落嚟，咁但系呢个咧，啲星星系讲紧咩？讲紧烟花，呢个位又讲紧烟火、烟花，OK，系啦，咁啊用咗两个手法，首先星比喻做啲烟花，呢个系谢雨咯，系咪？如雨就系明喻咯。啊！佢哋落落嚟嘅形态好似落雨咁样，好靓，好灿烂啊！咁样落落嚟，OK。咁啊，想象到成个环境啊，非常之热闹咯。啊，又有花灯，又有烟花，系咁放啊，成条路都系花灯啊。OK，好啦，继续啦。咁啊，宝马雕车香满路啊，宝马就唔系今时今日啲 BMW 啦，宝马系真系马啦。OK，雕车咁啊，即系马车，宝马雕车即系嗰啲咧有钱人。佢哋出门嘅时候咧，啲女仔啦，坐喺马车入边，系香满路。咁点解系女仔？我哋知道，因为香啊嘛，香满路，即系嗰啲胭脂水粉啊。我哋咁啊行过嘅时候咧，嗰啲马车一行过，成条街都系香嘅。OK，都会讲啲女仔啊，女人打扮得好靓。OK，悉心打扮，呢个咩国描写啊？呢个系臭国描写香啊嘛，臭国描写。所以前面嗰啲咩花千树啊、星如雨呢啲就系视觉，very good 啊，视觉描写。OK。好啦，继续啦。凤箫声动啊，讲紧啲乐器啦。凤箫声动咧，就讲紧咧，成条街上面咧，有啲人咧就喺度吹紧笛啊，演奏紧啲乐器啊。OK，听觉描写写埋啊，凤箫声动，听觉描写。OK，玉壶光转，玉壶系咩啊？玉壶系个月光啊，啊个月亮，玉壶。你朋友到啦，系咪？我嗰陣時啊，收埋翻個筆記出嚟有冇帶啊？有帶嘅應該係咪？搭三張啦。OK，我翻份筆記出嚟啊，係啦。講到我哋一講到去上片嘅尾二嗰句啊，玉壺光轉嗰度，哎，揾得翻啊，揾得翻嘅係咪？OK。玉壶啊，月亮啦、啊、，OK，光转咁啊，喺度转好靓，OK，视觉描写啦，系咪？又系视觉描写啦，继续啦，一夜鱼龙舞啊，成晚咧都喺度啦，而家就舞狮啦，咁啊古时就舞龙啦，舞鱼啦，OK，即系嗰啲长嗰啲嘢，OK，咁喺度跳啊，好靓，又系一样视觉描写，系咪？好啦，咁啊景色，上片主要讲景色啊，景物，成个街道上面热闹嘅景象。
OK，非常之热闹吓。OK，咁啊，清日碗其实就，哎呀，唔记得讲添。OK，写埋啦，好唔好啊？佢好短嘅，因为佢系67个字，所以佢一首中调写埋啦，系67个字中调嚟噶。佢上下两篇啦，分，所以佢系首双调。系咁啊，因为佢好短啦，所以好少嘢学噶啫。呢一首词都未揾到嘛？好，继续啦，咁睇下篇啦。鹅儿雪柳黄金缕啊，或者读黄金柳啦。OK，咁啊，鹅儿雪柳黄金缕呢堆嘢咧，全部都系女人嘅服饰打扮嚟嘅。吓，例如黄金缕，其实讲紧发型嗰啲流苏啦，吓嗰啲女仔着嘅衫啦，发饰啦。咁所以呢个其实系咩手法啊？佢讲紧女人，佢系借代紧女人啊，用局部代整体啊。佢借代啲女人，啲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打扮得好靓。OK。而家系借到唔系借因为佢唔系似啊嘛，佢个关系唔系似啊。记得我上次我有冇解过？我解过，我记得系咪借喻同借贷嘅分别？借贷咧系局部代替个成个整体，但系借喻个关系系似。例如佢好像一只猴子，好顽皮。OK，佢同猴子之间关系系像咯，系似啊嘛。咁如果我用借喻嘅话，就系哇呢只马骝真系好顽皮，系咪啊？咁但系个猴子唔系代替佢本人啊，因为佢猴子唔系佢一部分嚟噶嘛，明唔明啊？但系呢个唔系。呢、这个我哋唔系用，哇！啲女人好似佢件衫，唔系，我哋用佢件衫去代替佢啊嘛，明唔明？借代，所以佢系，OK。笑语盈盈暗香去，OK。笑语咩角？听觉啦，盈盈咧，盈盈就系视觉啦，暗香去咧，嗅觉啊，所以一句入边用咗三个。多感工描写啊，非常之靓，都系讲紧啲女人咧系好靓啊，打扮得，OK，笑得好靓咯，啊，笑声啦，同埋佢哋嘅香气咯，OK，好啦，后面呢句就系成句嘅成首词嘅重点啦 众里寻他千百度啊，OK，喺一堆人入边揾佢啊，揾佢几多次啊？千百咁多次，所以个度字解词，OK，蓦然回首啊，咁啊好浪漫啦，OK，揾人通常喺前面揾噶嘛，系咪？喺前面揾唔到喎，拧转头，哇！原来佢喺后面。蓦然回首，突然间拧翻转头嘅时候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呢句好出名啦，由细到大听到大嘅呢句。OK，嗰人喺边度啊？喺后面灯火阑珊，阑珊就解稀落，识唔识写？稀少嘅稀，落寞嘅落，咁啊，稀落。OK，稀落嘅地方。即系有冇乜灯火啊？冇啦，系啦，好少。诶、哎，嗰边好热闹，又系灯咯，又系烟花咯，whatever。OK，呢边咧乜都冇，佢喺嗰度。OK，成个词已经讲完噶啦。咁啊，上片讲景，下片讲咩啊？人咯，人即系情啦。OK，人用个人去抒发感情啊嘛。人 OK，得唔得？今日清玉碗喺 DSE 入边有冇考过？有考过2018年 DSE 第一年嘅范文，就考过清玉碗啦，已经。咁啊，当年嘅时候考你乜嘢咧？就考呢、这、一个佢问你作者喺边一时、边一刻、边个地方揾到佢心上人摘录原文，咁就会摘录到呢一个蓦然回首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咁问你直那人表达咩情感嘅？当时系问呢一题嘅。啊，OK，咁嗱，你哋而家讲完晒成首词嘅内容嘅啫，咁啊嗰啲。分析就未講啦，咁講之前咧，青玉碗我唔記得解釋啦。大家知唔知點解青玉碗唔係讀青玉案啊，係讀碗啊？有啲人咁樣講，知唔知點解啊？唔知啊，係咪？有一個四字詞讀碗會好啲嘅，讀案嘅話都冇人話你錯嘅。咁點解咧？點解去讀碗會好啲咧？因為有個四字詞叫做舉案齊眉，有冇聽過啊？舉案齊眉。系啦，OK 嗱，写完先，OK，写完讲啊。咁举案齐眉噶，OK 咩意思咧？咁啊呢个咧系用嚟形容夫妻之间咧极为之好嘅关系啦。古代嘅时候啱啱先讲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系咪冇婚姻自由冇恋爱自由嘅佢哋？阿爸叫我嫁俾边个我就要嫁俾边个，系咪阿妈叫我娶边个我就要娶边个？咁所以咧佢哋陌生人嚟噶其实。系咪老婆同老公之间咧？佢哋第一日见面咧系咩啊？系结婚嗰日，OK。
陌生人嚟噶嘛，咁所以佢哋理想嘅状态就唔系今时今日嗰啲好恩爱嗰啲，唔系，佢哋理想状态就系相敬如宾，即系我对你好似对待宾客咁样咁客气，有礼貌。咁咩叫举案齐眉咧？即系案咧，其实系咩嚟嘅咧？案咧系台嚟嘅，台即系茶几就系案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系齐眉，即系去到眉毛呢个地方，OK。咁咩意思咧？即系如果我哋拎起一样嘢俾自己嘅丈夫，俾自己另一半嘅时候咧，你最好就鞠躬咁样嘅时候，你个眉毛咪齐到呢个东西咯。你明唔明啊？咁样你就系一个有礼貌嘅表现，举案齐眉。所以啲人觉得冇可能系读案嘅，因为案系台嘛，你举个台做乜啫？你明唔明啊？举乜嘢？举个碗啊嘛，食嘢嘅时候举杯茶啊嘛，系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咯。咁所以啲人就话呢个应该系读碗咯，吓，所以青玉碗就咁解。青玉系一个 material，中文系材质嚟噶嘛，香港系咪？OK，好啦，落啦。OK，咁啊，讲一讲嗰个内容嘅分析啦。OK，咁首先第一样嘢就系、是、你一定要知道嗰个人系边个咯，系咪？佢话揾个人啊嘛，那人究竟是谁？有三种讲法嘅。学校老师有冇讲过？我唔记得边个，你哋未教啊嘛？你哋教咗未？教晒，OK，咁嚟啊！那人边个？三个人。佢中意嘅，第一个可能性写得佢有心仪对象系咪？第一可疑性，可疑性，OK，可能性，OK，作者嘅心仪对象，OK。呢个简体字啊，心仪对象啦，OK，好啦，咁啊，make sense 嘅，咁点解有啲人就觉得唔系心仪对象咧？因为啲人就觉得又系一个咁伟大嘅一个作家，点可能就系写一个情诗咧？咁唔俾咩？系你伟大嘅作家都有爱情噶嘛？系咪心仪对象系？佢唔系，佢系主张不罚抗金啊！当时嘅时候咧，系金人打佢哋。佢系处于南宋嘅时期，金人咧就打佢哋，打佢哋嘅时候咧，当时朝廷有两派嘅，一派就叫做守旧，就同你讲话我哋主张和嘅，即系咩啊？同佢讲和系嘛？OK，第二派叫咩啊？主张打仗啊，系啦，真气就系主张打仗咯，打仗嗰派，但系冇避免嘅，系佢主张不罚抗金嘅啫。OK，好啦，咁所以有啲人就觉得其实佢应该有啲嘢要抒发出嚟嘅，因为佢有个主张，有政治主张喺度。系咪？OK，咁所以当时就朝廷处于两个分裂嘅状态嘅时候，呢、这个辛弃疾佢冇可能就写首情诗，OK，情词，OK，所以有啲人咁样讲啦。咁但系可以啦，佢都有爱情噶嘛。咁第二种可能性咧，第二种可能性系咩啊？咩啊？精神分裂，唔系，精神分裂即系咩啊？即系佢搵紧边个啊？佢搵紧嗰个人啊？嗰个人系边个？政治嗰啲即系咩嘢？个人系咩人？第二个可能打仗，咁即系咩人？咩人？佢你谂下，嗰个人喺边度？嗰个人系不慕繁华嘅，系咪？佢唔喺嗰啲好热闹嘅地方，佢喺啲灯火辉烈嘅地方。首先，佢对嗰个人嘅评价正面定负面嘅先？啊，净系正面啦。咁所以个人系边个？支持方针。唔系皇上，一定唔系皇上。嗱，嗰啲叫做咧贤人志士，写咧佢贤人志士，即系嗰啲人才啊，朝廷入边嗰啲好嘅忠臣啊。咁呢个说法有根有据噶，呢个说法咧写咧佢先吓，OK，写完未？写完之后咧，大家咧应该听过一本书，或者之前如果我有教《岳阳楼记》嘅时候咧，你哋两个可能冇啦，你一定有啦，系。讲过噶，我哋讲刺客苏人记唔记得啊？《岳阳楼记》系啱啱2024年嘅时候，就今年啱啱就考完啦嘛。问你刺客苏人同古人有嘅分别吓？刺客苏人知唔知点解苏人代表失意嘅诗人？我讲过噶，点解苏人代表失意嘅诗人？因为苏人知道屈原嘛，屈原知啦系咪？因为有佢，所以先有端午节嘛，系咪？有冇屈原当时嘅时候写咗首楚辞叫做《离骚》？离骚啊，OK，离开嘅离。咁啊，苏，OK，离骚，咁啊，离骚佢写啊，所以自此之后咧，苏就系苏人，就系失意嘅诗人。咁离骚入边咧有啲元素噶，OK，好中意用比喻噶，屈原，屈原入边咧用咗美人同埋香草，香草美人即系叫做香草，即系今时嗰啲 vanilla 嘅，唔系香草美人，知唔知系咩啊？香草咧就代表君主个皇帝。美人咧就代表啲忠臣、賢良，
所以喺辛弃疾嘅眼中，那人先至系嗰个美人啊嘛，系最靓嗰个人，佢想搵嗰个人啊，所以忠臣贤良，贤人志士啊，先逢佢有呢个不伐抗金嘅主张，啲人觉得佢就系想搵一个咩啊，政治入边有才华、忠心耿耿嘅贤人志士啦，吓、啊、对呢个朝廷可以做贡献嘅，明唔明啊？咁所以呢个系第二个说法咯。系第三个咧，第三个就系精神分裂啦，知唔知啊？即系咩啊？即系作者自己啊！即佢觉得系揾紧自己，佢自放啦，即系自放。乜叫自放？我之前讲过，即系自己比喻自己啊。将嗰个人就讲系自己，揾嗰个人其实就系咩啊？就系、是、想讲自己劲啫，自己叻咯，自己威咯。OK，明唔明啊？好啦，咁而家咧写完呢三种可能性之后咧，我想问佢抒发咩情感啊？所以抒发咩情感啊？欣赏自己，欣赏自己，逐个讲啊。一咧。一就唔使講啦，係咪？一就係、是、其實就係、傾慕之情。誒傾慕 very good 啦，對佳人嘅傾慕之情啦。第一啊，對佳人嘅傾慕。好啦，第如果係第二種可能性，同埋第三種可能性，其實都係講一樣嘅東西嘅啫。啊，都係講一樣嚟嘅，就係咩啊？在你心目中嘅咩啊？理想人格，very good。理想人格咯，即系佢向往嘅人格咯，啊，佢想要嘅人格，啊，无论嗰人系人哋定系自己都好，佢都觉得呢样嘢应该系咩啊？应该系要有噶。OK，好啦，同埋咧，咁所以呢个理想人格就系咩啊？就系咩啊？有啲咩啊？不，俾四次啊，不，无。不务正业系 negative 嘅话，不务正业嘅务系呢个务啊，知唔知啊？啊，不务嘅务，诶、欸，你先要服谢服务嘅务，诶、欸，呢、這个不务嘅务系呢个务啊，知唔知啊？唔跟，但系你要 positive 嘅，不务繁，系啦，不务繁华，吓、啊，不务繁华，positive 噶，点解一定系 positive 噶？OK，第二，仲有咧，孤芳。自赏咯，咩叫孤芳自赏？即系孤芳，芳系花嘛，孤一朵啊，即系一朵花，佢但系冇人欣赏佢，但系佢点啊？识自己欣赏自己。OK，仲有咧，仲有咧，品格高尚咯。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不与世俗，系啦，OK，都系呢啲嘢噶啦，OK，啊，都系呢啲嘢啦，定系呢啲嘢啊，系啦，都系呢啲嘢一样嘅啫，OK，不与世俗同，get 唔 get，明唔明？对于社会，都冇办法去理解。嗱，不务繁华咧系。唔会仰慕嗰啲名利啊，或者系啲好繁荣嘅东西咯。啊，不如就同合污就系咩啊？就系、是、高洁咯。佢自己点啊？佢自己系好似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咁系啦，高咯。即系其实呢四样嘢都可以系同一样嘢嚟，但系你答题嘅时候咧，你用多啲词语啊，听明唔明？你讲多少少嘢啊？系你表达得多啲，OK？得唔得？好啦，搞掂啦，呢、这个位已经系咁，所以成个最主要嘅咧，必考嘅咧就系反衬同埋写埋响咩？必考。反衬同埋咩啊？多感官描写，啱啱咧不断喺度强调嗰啲咩视觉、听觉啦，OK？多感官描写啊，喂，咁啊，反衬咧就有三个乘三，知唔知道？边三个？第一个自己写低佢啊，OK？第一个，哎哟，一齐写啦，OK？热闹就衬静咯，即系热闹就衬寂静咯。喂、okay?。热闹趁静，即系热闹嘅同安静嘅寂静嘅。热闹嘅就系边啲人啊？就嗰堆人上面上片嗰堆人咯。寂静就系哪人？OK，啊呢个系重点啊。诶，二啦，第二系咩啊？就以美艳咧，系嗰啲人好靓噶嘛。OK，系咪？诶，写错边添。OK，never mind。OK，所以写个艳字，写错边。
识噶，就咁我唔写啦。OK，咩啊？喂，诶，点解咁奇怪嘅？好似方子。系啊系啊，总之上面系一个风字啦。OK。未验亲乜嘢啊？你觉得我会写咩啊？美艳嘅相反系，你一定唔系丑啦嘛？嗰、那个人系咩啊？美艳系咩啊？朴素诶，仲有一个好啲嘅，就系、是、衬呢个自己写个衬字啊，我唔写啦。OK，脱俗啊，脱俗先 positive 噶嘛，丑恶点啊 positive 啫，系咪？朴素都有少少 negative 啊。世俗，跟住发展得脱俗，世俗系一个 noun 嚟噶，系咪咁？要一个 adjective。系啊，美艳即系咧，好花枝招展嗰种状态。脱俗真系好清新、好 fresh 嗰种状态，夹唔夹？OK，好。以第三啦，就以众就趁己啦。OK，一堆人就趁自己一个人。OK，好冇？搞掂未？写完未？写完嘅话，其实已经搞掂啦。咁啊，which 多个目标仔就未考过。DSE 未考過，OK，咁啊，本身我今年因為咧，我咁樣可以講多少少啦嚇，不過已經過去啦。因為以往咧，2018年係第一年範文啊嘛，2018、2019、2020、2021、2022、2023，總共6年，詞三首、詩三首加埋6篇，係咪？係加埋6首嘢，咁佢啱啱好2018到2023年6年就每年一篇咯。咁所以2024年嘅時候咧，我就本身係 tip 佢會出2018年嘅多嘅，即係例如2018年出青玉碗咁樣。我本來覺得大家可以多啲留意青玉碗嘅多咁本描寫，咁但係今年冇出，所以今年佢今年完全冇出詩三首、詞三首啦。咁所以你哋下年咧都要睇睇個趨勢係點嘅，我下年再分析嘅。如果係中五嘅同學啦，中四就唔使諗住啦。OK，好，咁啊就係、是、咁簡單，青玉碗已經搞掂㗎啦。OK，咁啊收埋佢，冇青玉碗，咁我攞翻書之前嘅筆記出嚟啊，唔該。嗰個 reading 有冇攞啊？吓！上次问佢哋带咩？诶，呢个系呢个有冇带先？首先你俾我呢一篇有冇带先？呢一份嘢我有嘅，都有。有冇？你冇？咁你哋有嗰啲，帮佢 scan 俾我算啦，唔好同上嘥时间。使俾多次电话号码你哋。呢个。工作電話，唔好失戀打俾我啊！不過唔聽電話，係啊，要做啊，係啊，做完之後可以 send 俾我啦，我可以同你哋講解翻，睇翻你哋答案。我覺得唔好同你嘥時間，因為又好大。你可以翻去做 PowerPoint 揾翻先邊度？揾唔到啊，算啦，OK，好，係咪呢？等你五五折，係啱啊，應該係，好。咁啊，諗一諗先，咁我哋今日就。做样新嘅嘢咯，咪 reading 啊，望一望牛肉面啊。哎呀，呢一份嘢有冇带啊？你哋，我就记得系牛肉面都未讲完啊。有冇啊？有印象定冇带？面有粉。系啊，系有人冇带喎。嗱，呢一份真系要同哦争几多题啊？MC 同你对晒啦，系咪啊？嗱咁样，你翻去揾翻，你翻去做埋佢，跟住你哋翻去做功课，做埋嗰啲未做嘅 long quiz。我哋下堂翻嚟，下堂冇带我都照讲啊。OK，翻去做功课，OK，做咗佢，即系成份嘢做咗佢，明唔明？即系将嗰啲冇做嘅 long quiz 做埋佢。OK，牛肉面系咪牛肉面先？呢个系咩不老传说？咩啊？不老传说嗰个？不老传说，好唔好？唔知。唔系呢个男人四十啊！啊，翻去揾啦，翻去揾，咁我翻去做啦。下堂如果冇带，我都照讲啦。下嗰篇 reading，OK？、Okay? 咁我今堂做一个其他练习啦。我哋今日好冇？望一望先。咁 我哋做一个啊，我知做乜嘢啦。好，印俾你哋先。
短文修订噶，咁啊改善大家文笔噶，咁啊呢啲嘢系我写嘅，平时你自己会写嘅嘢嚟嘅，OK，咁啊，但系咧佢文法上面咧或者表达上面咧可以更加好啦，或者有啲错误嘅地方，OK，咁你哋唔好翘喺后面嗰版，因为后面嗰版咧唔可以睇嘅，暂时，好冇？嚟啦，做一做佢，嚟，未必每一行都有错处，但系好多行都有错处，OK，系啦，中文版嘅 proofreading。OK，咁啊，改善下你哋嘅文笔啦，睇一睇你哋平时犯开呢啲错误叫啦。加有啊，加字、减字、whatever，总之将佢改到你自己觉得，咁样会靓啲嘅话就得啦。OK，好冇？我电话去咗边？咩都啊，我去咗厕所先。
完啦，好多嘢可以改嘅喎。都太少了吧？点解我依家？完啦，都完啦，都谂晒啦。点啊？做咩事？咩鬼？系啊，都要改噶。嗱，首先应该只有第六、第九冇嘢改咯。第十都冇嘅，应该系啦。第六、九、十系啦，其他都有嘢改。每一题都有啊。又六，系总之六、九、十冇嘢改。OK，啊，俾多次你哋。OK，望一望先。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安装。有啲位系。好不熱鬧可以啊，知唔知啊？睇下，好不熱鬧有呢種講法，好不熱鬧同好熱鬧係一樣意思嘅，係一樣中文嚟講，好奇怪嘅。係落咗。啊，好不熱鬧，好不係一個夾埋一個詞，好不等於 bad。Yes，OK。哎呀，好多嘢都未改啊，我哋改錯。哎呀，你都系，OK，我哋都改错咗，嗱，望望好冇？首先啦，OK，可以睇睇答案啦，我嘅后面啦，喺个即系示范嘅答案咁样啦，OK，嗱，其实的我大家揾到啦，好多人都揾到的我，你两个冇揾到啦，其实的我啦，
因为坐在一角却未被者嗱，边个咧？主语都冇，系咪？所以应该系坐在呢个一角的我啊嘛。OK，另外第二啦，我想问气氛点系感化？气氛唔系感化噶，情绪系咩啊？情绪系高涨，气氛系感染，系咪啊？精力系好旺盛，系咪？感化系咩啊？系一个人做错嘢，你用爱去感化佢，希望佢改过。边个感化啊？OK，好啦。长跑比赛点用歇斯底里？歇斯底里系用人噶，知嘛？即系例如话一个人系点啊？一个人佢近乎疯狂啊，歇斯底里。OK，还有能否咁啊？还有呢个系一个并列关系啦。佢呢个系 even 嘅意思嘛，就连。OK，好啦，跟住下面啊，第四行嗰度咧，其实应该系全句都错，因为好好掩饰咩自己优点不如不要其实应该调翻转啦。啊，与其献丑，不如掩饰咯，系咪？嗱，呢啲位咧，即系嗰啲 conjunction 要搞清楚啦。跟住咧，有我见到啲同学咧揾到嘅，无知唔应该用沉醉，因为沉醉系 positive 嘅嘛。沉浸，乜沉迷啊？你讲沉迷先来，系咪你定系佢？陷入都可以，其实 OK，沉浸比较靓啲咯。OK，咁啊，同埋唔系无知啦，系恐惧啦，因为好惊啦。OK，然后咧，缩头乌龟系一个。口语，OK，所以临阵退缩，OK，好下面啦，尚未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尚未来得及反应，或者系尚未反应过，知唔知道？啊，唔好重复，然后啦，在运动场上数月训练，因为你喺运动场上面训练啊嘛，所以数月在运动场上训练，OK，好下面第十一啦，你见到咯。终点，整个人生有着无数终点，而前往终点啦，见到吗？好沉气。OK，如果要变得靓，我哋嘅人生有无数终点，终点嘅路上，啊，应该靓啲啦。好，下面就一样啦。每秒每分每时每月，唔该帮我铲埋啊！我个答案特登错噶，无时无刻铲咗佢。我想今日同大家厘清翻少少，好多同学都好中意用无时无刻呢样嘢。无时无刻等于咩啊？我讲过，我之前有冇讲过？唔记得有冇讲过？每时每刻系。Every moment 啊嘛，咁无时无刻咧系冇呢个功能。冇啊，系咪有冇一个时刻，冇一个时间，所以无时无刻咧，你要用 every moment 嘅话咧，你要浮出同否定句。嗱，如果你讲话我无时无刻都喺度温习，咁呢个就代表你冇一时无刻喺度温习咯。咁呢个用法系错嘅，因为无时无刻佢系用紧一个 every moment 嘅意思嘅时候，我哋一定要双重否定句，即系咩啊？即系我哋要无时无刻不再温习，明唔明啊？你要加个不字俾佢。雙重否定，所以如果你想好似佢咁樣嘅話咧，應該係每時每刻都正候我哋挑戰幸福，或者係無時無刻不正候我們，明唔明？所以你改咗佢每時每刻，你而家記住，你以後想講每一秒、每一分、每一下嘅話，都用每時每刻就夠啦，無時無刻就跟筆嘅，OK？你明啊？將來你同你另一半表白嘅時候，你唔好講話無時無刻都喺度掛念你，OK？你都应该送你明唔明啊？你。你要嚴謹啦，無時無刻不再想念你，OK？明唔明啊？好啦，咁啊，繼續啦，下面 OK，膽怯只會輸一世啊，輸一世口語，OK？讓人成為一輩子嘅輸家，OK？Loser，OK？下面啦，我蓄勢待發，其實蓄勢待發幾靚，但係咧有啲核突啦，OK？咁樣用嘅話。啊！蓄勢待發，地站在起跑線上，句號呢個原件好似原得唔係好靚咁，應該我站在起跑線上，蓄勢待發幾靚，明唔明啊？有時候咧呢啲練習係幫大家明白到大家平時嘅時候嘅句子啊，啲病句就係咁咯，明唔明啊？有啲位啊，嗱呢啲係我去模仿大家平時作嘅文去寫嘅一你啲冇嘢寫嚟到嘅，咩啊？你冇寫到咁嘢。有噶，真係有噶，可能你冇啦，咁有啲人有啦，少係咪？但你点唔知你做错嘅时候系唔知噶？你自己写嘅时候你我唔就系知知觉冇噶，解呢句子，但系我唔知点。系所以要改多啲啦吓，以后会做多啲呢啲练习啦，得唔得？OK，好啦，咁啊，今行到呢度啦，OK，咁大家可以执嘢噶啦，已经有问题啊，再问我，同埋翻去记得做牛肉面啦。啱啱先讲完，翻去做牛肉面，嗰、那个念念不忘啊，啊念念不忘啊。爸爸、父親嗰邊啊，幫你做完之後，下堂攞翻嚟講啦。如果唔記得帶個屋照講噶啦，得唔得？其實要做嘅話要咁啊，如果唔係下堂你唔做乜就坐喺度，OK？跟住咧，嗰、那個 scan 俾我啦。如果你 scan 俾我就對啦。如果唔 scan 俾我嘅話，我就唔對啦。咁啊，電話號碼都俾咗你哋噶啦，已經好冇？好啊，問題就問我。
啊，几点？出边啊，应该我唔熟啊呢度。你讲嘢食啊？未食嘢啊？我都未食嘢。太子应该冇乜嘢食，旺角应该多啲嘢食。我靠！拜拜。拜拜，喺唔喺度啊？拉拉拉拉拉嘅，系啦系啦。